彩色蜡笔画一道彩虹，爱在脚步攀上最高峰，勇敢是你的心跳，我为你骄傲自豪。我怎么穿着睡衣拖鞋就出来了？老师看到应该不会嫌弃我吧？我该怎么跟他开口？是青春美丽色调，洁白的笑和着烟火都绽放，你是我最珍贵的礼物，是我生命全部，让我用心来把你守护，爱像春风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小莫他这周要回来做复健，但是他还不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儿，我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，你可不可以假装？啊，没关系的，你要是不方便的话。不方便。好，那周末见。啊。是不是？记得帮我，买可乐。轻轻吹拂，温暖世间万物。你是我最珍贵的礼物，一百分的幸福，蝴蝶都为你起舞。一起到达梦的国度，带着阳光雨露。喂，小莫。